根据小世界现象，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最多不超过六个人，而你和我之间到底又相隔了几个人呢？在西子湾的校园里，每一次的擦肩都是一个故事，故事里的主角是他，是他。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，你却不知道我喜欢你，你明白吗？也许就在那么一天，爱情会悄悄降临。有一种缘分是在茫茫人群中彼此巧遇，一个人的爱情是付出，两个人的爱情是幸福的付出。在你勾勾，你只需要移动滑鼠，幸福就能轻松拥有。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心意，并且和大家一起分享幸福的喜悦。